冷知识，布莱泽这段原始人一样的嚎叫是皮套演员岩田荣进便秘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声音监督觉得不错就拿采用了。呀，最近呢有很多小伙伴私信问我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哎，这种一看就是假的呀，更离谱的是居然还有不少人信啊，这在这边我统一回复下，假的有点离谱了。好像在拍泽塔的时候，岩田荣庆给田口导演说，那个有机会我也想给奥特曼配音啊。这句话呢就被田口导演一直记着。到了今年的布莱泽奥特曼，因为布莱泽奥特曼的设定是不会说人类的语言的啊，所以田口导演就让皮套演员岩田荣庆担任了这次战虎生的配音了。身为布莱泽奥特曼的皮套演员，他在皮套里的每个动作的呼吸感他是最清楚的，所以配音起来也比较容易一点。